おばあさん、中国には本当に他的国に会えるの？可以的，但是呢，你也许会是在中国的。怕不怕？他的国に会えば何も怖しない。私は死ぬ前に揺れに会うためです。人看不到了。なんで？因为被中国人杀死了。不是我なんで？揺れに会う殺すの。我就は女だけだ。所以我要你恨那那人。当你复活的时候，要毫不留情的杀死他们，是那人全部杀死。アシナの戦争は皆黒空かもしれない。でも後悔しないで。これは地風にから漏れた無電波です。我々は死んでも復活できるぞ。我々まだ戦いましょう。ブラマジョー、よしだし、はい、要想过此路，留下最好的。あなたたちは何をして？小家们，把你手里的香人给我看看。かずしごください。哎，这下咱哥俩发财了。カリスタ！哎，姐姐们，哎，抓住了！啊！
し桜のこの下で誓って、その誓いはまた変わらないとしても、たとえ数年待ってしても、きっと未来のある孤山丹でまたアナたどり合あると信じます。嘴，这都花了半天了，俺哥俩都快撑不住了啊啊！就不太好了，还狗死一回。啊，花花，那个狗死吗？他那么是吧？有了。哦。哇、哦！厉害厉害！过来看看。猴哥呀，你这画了半天，不会是就把俺哥俩画成鸡蛋吧？猴哥，你搞了半天，就画了俩这破玩意。你呢不懂，我这个是抽象派，只有懂艺术的人呢才明白。哎，就说，哎，就说，你看这画怎么样？好笑，好笑，好笑。懂艺术，这画送给你了。哎，太好了，感激死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就说，就说，你这急急忙忙又去哪里啊？哎呀，我拉肚子啊，他做的木纸了，我走了。哎，舅舅，大师爷，好话，好话。我这可怜的孙女啦，你在哪里呢？好些了。你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女孩子？对不起，阿婆。我没见过。哎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有没有看到我这村里的孙女儿？没有了。哎，年轻人，有没有看到我这村里的孙女儿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啊，你进来，有没有看到我这可怜的孙女儿？这不是那个死了的日本娘们吗？尚姐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见证我们丈夫的复活吗？阿婆。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战争没结束，战争刚刚开始。你以为不帮我，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？五哥，再让我画一次吧。浩哥呀，还帮你啥呀？再帮你把俺哥俩画成鸡蛋。五哥，这次啊，我不画抽象了，这次我要画素描，我呀，要画出人体的美。
我要画裸体。哥，啥叫裸体？就是光腚猴子。哎呀，阿浩，你可拉闪了呀！拉闪个屁！他是要把咱哥俩画成光腚猴子，还不如画成鸡蛋呢。那不丢死人了吗？五哥，我给你们钱。多多的给。浩哥呀，你看这样行，我们呀给你找一个人，但是像这种事情钱少了人是不会来的。五哥，钱不是问题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午饭之前呢，把人给我找到。你钱到位了，人呀必须给你找到。这中午饭我们请你吃吧。滚蛋！我叫阿浩，一个留学美国艺术院校的学生。抗战打响后，我回国当了兵。为了党国，你还是回家吧。长官，我不怕死。很好，你不怕死。长官，你好调皮，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。输了，找不到人怎么办啊？就是下午再找。你还下午再找？你答应人家请人家吃中午饭、啊、哎，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。你瞅你那脑子吧，真是。安静。干啥？给五哥我打包几个菜。哟，大包菜，哎，送到那个啥，那个家养鬼子家。哎，对。哟，还大包菜，两个穷鬼。哎，穷鬼，哥，都过来，啥不吓唬的？这样能不能成？这样能不能穷鬼子？大哥，什么事？就不满意，人家有没需要嫁给你？你
知道你来干嘛的吗？算苗，算苗懂不懂？啊，算苗呀！我跟你说哈，算苗都卖光了，今天吃算苗的人可多了呢。但是就只有西红柿炒鸡蛋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脱吧。啊？脱衣服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直接呢？你们出国留过学的人都这样吗？不过我喜欢。什么都不懂，哎呀！你不脱，我怎么整呀？我脱还不行吗？不过，你得对人家负责呀。谁花光的胡子，他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走，哥，给你吃的，我没有。不光给你吃的，还给你钱。四娘，真的，给我吃娘。来，给我走。走。刘芳，大姐，我求你了，我真不是那样的人。不关心，我不在乎。可我在乎。这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钱也拿了，可现在不干了。我这脾气怎么有点儿？哥，哥，小心眼，哥，小心眼。哎呀，小心眼，哥，小心眼。哥，你不能再杀人了，哥，你杀的太多了，咱腿都没地埋了呀，哥。哼，我差他一个，抓！我去，不然我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做人呀得学会懂事儿。对。我还不吃，吃吃吃。在这儿啊。好好做龙吧，不然呀，我就杀了你。走。
头，手，对，抬高点。你是不是画完这幅画就放不着？我又不是绑架，你放心吧。画完这张啊，再画300张。你别不高兴，咱们聊聊天。你是哪的人啊？我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，挺好的。战争结束了，军队也走了，这里的老百姓啊，对日本人挺好的。真的啊？那还有假？哎，别动，站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儿。哎，这个阿婆，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生的呀？我是外地人，逃难的。哦，哎，站好了，你脚都歪了，我怎么画呀？你怎么每天晚上玩上了？你不累呀？艺术让我充满力量，我要为艺术奉献我的一切。我给牺牲了我。嗨，赚着我钱呢。我真的有急事，很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别动。真的有急事，我现在去处理。你知不知道有丧尸？你想走就直说，还编这谎话，以为我5岁小孩吗？你不相信我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你要干嘛？你不相信我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件衣服很不错，先借我用一下。为了不再有战争，我必须离开。大伯爹，你不迷住。原来你就站在灯火阑珊处。老白呀，外面有动静，是不是来贼了呀？坏了坏了，头太紧了！哎，快抓头去贼人！快抓头去贼人！别打我！放砂锅的老少爷们们，注意了！今天咱庄上抓了个偷鸡贼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！哟，狗哥，咋回事？大哥，咋回事？这小子偷鸡，叫我给抓着了。好啊！哎，哥，你咋个把嘴给堵上了的？我堵他嘴，是因为他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，非说他偷鸡是为了抓丧尸。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太烦。就把他的嘴给塞上了。太没素质了！这什么人呀？太没素质了！哎！你这个偷鸡贼，偷鸡偷鸡，你敢殴打老人？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你敢禽兽！你没事吧？打！打！再打就打死了！这鬼子昨晚扒我衣服，没想带我动的。这么说你的出现啊，就被他霸占了。
别胡说，他就是扒我衣服，什么事儿都没干。你就说这个偷鸡贼，放着黄花大闺女他不心疼，非弄这个小少爷。这话说有点不对呀、啊。不用问了，揍他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？啊！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？双宝爷，我是日本人。哥，日本人不能打吗？可能是揍得太轻了，给我走！不要打了！你们知不知道有丧尸？你们这个村子，我是救你们来的。满嘴的胡说八道啊！把嘴给我堵上！打！打到他承认没有丧尸，承认自己是偷鸡贼为止。叫你抢救你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就说，就是你。你这几个小年轻的还有点出息没的啊？等事啊，抓了个偷鸡贼，抓个偷鸡贼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行了，偷鸡贼也不能这么个打法啊。行了行了，说打两下算了啊，把散了吧，散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贼偷鸡。哼，走！呸！两个年轻人，叫我们呢？啊，年轻人，你们想发财吗？发财？哥，耶！骗子！都多大年纪了，还骗呢？你们不相信我，本来我想给你们指条光明大道的。大道？金秋，你们不相信我的？老太太，老太太，高山都不相信你，俺相信你。你们真的相信我了吗？相信、啊、对不起老太太，我傻，我缺心眼。那我就给你们说说。这当裸模好还是当偷鸡贼好呀？嗯，还有没有丧尸了？没有丧尸，只有偷鸡贼。哎呦哎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哎，别哭了啊！我啊，不让你当裸模了。等会儿啊。让他们放了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也不缺怨。不过有个事儿，你要如实告诉我。啥事？我的话怎么样？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？废话，当然是实话了。实话？嗯，真的实话？真的，真的真。垃圾，垃圾，死垃圾！你打吗？打死我算了。没事，你呀、啊，打击不到。哎，我觉得吧，我的话一点都不差。就是少一个可以激发我潜力的裸模，不过会有的。放了
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，战争结束了就别再当偷鸡贼。我走神啊，这样你们真的不相信我，你们真的不相信我，你们真的不相信我，你们会后悔的。走吧，别编故事，你的话呀没人爱听。你们后悔，你们真的会后悔的。正子，哎呀，你来干什么了？俺娘叫我给你拿点儿，我先走了啊。红塔，你娘怎么客气都什么呀？我又不坐月子，给我送的什么红糖呀？狗剩子呀，恁姐们儿啊，把头鸡那个小孩打的太可怜人了呀，可别这么等了，以后啊。俺打他不是因为他投机，哦，是因为他敢吹牛逼。吹牛逼？嗯，说有丧尸要来袭击咱村儿。说什么？他说有丧尸要来袭击咱庄。你乐行吗？那你娘管的谁呀？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呀。我那个小屋子水流了呀！我说肯定什么事，过半夜的吧，过半夜的吧。你妈去把那小孩我叫上去，快点啊！好，好，我这就去啊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说放了我吧，交给我。插着鲜花的坟，这都走大半夜了，哪有啊？哪有鲜花的？哎，哥，哥，鲜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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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快走，哥，走，走。哪里有丧尸哦？偷鸡贼！顾生，你江莽怎么跟我说的？就给他等着他，等着他，等着他！我说有，你要打我，你是不是打得很舒服？很舒服。顾生，年轻人，不要紧，你不要怕，只要九叔不打你，他们都不敢打你啊！九叔相信你。你大胆地说，就说，你也想有丧尸？你老糊涂了吧？狗剩，乐蛋儿，那你相信不相信有僵尸呀？僵尸？僵尸？好了，看来九叔今天不拿点真东西出来。你都不知道九叔的厉害呀！走，给我看看去。走。
不信有僵尸，我也不信有僵尸，我也不信。没有，真没有。僵尸！你看你这个料！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这是淡妆的老少爷们都不得新鲜的见着你，回去吧。老板，你等事儿啊？下傻了呀？啊？来来来。有僵尸呀！行了，走，走了，别装了，走了。哎，我的家，我，哎呀，吓死我！哎呀，行了，这回行了吧？三井啊。那你就把这个事说说吧。侵略战争，我的国家失败了。可是有些不甘心失败的是官员，秘密组织神道门，他们下了许多诅咒，找阴司营地，有人打开了坟墓，那些士兵就会复活变成丧尸，他们会去上战争。阴司营口，这就到了呀！哥，哥，下来看什么小娘们咋办？事已至此，还能咋办？走，走，走。这就行了，从此练成的，这以后咱哥俩一心一意无所不会了。是。
子，你们不哄我，我喜欢你。阿哥的子。丧尸已经出动了呀！是啊，九嫂，你说我们该咋办？行了，你这几个小年轻的哈，今天晚上的事儿，谁都不能出去说，是不是？丧尸的事儿，谁要是出去说了，在村里出了乱子，我一个个的治死你，听到了吗？老丹，你等事儿，还吓尿了的？不是吓尿了，是盗汗了。尿了，吓尿了，是谁？洗澡尿了，哪淌汗？老了淌汗了。你看你那尿水子哟！行了，家走吧，走吧。我哥，哥，东岳，你坦白你呀、啊、我坦白，你要是不坦白，你能给我去啊？是你硬拉我才去的。我拉你，谁拉你了？谁拉你了？你待会要是追来了，说他咬死你，咬死你！行了，收拾东西，赶紧睡觉。为什么我一点灵感都没有？垃圾，是垃圾。我真的不是画画的材料，可我是留过学的呀。老位置。我老位置。杀了你了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可能一定是被枪杀的。Thank you.
灯亮了，哥。啊，哥。嗯，老师啊。哎呀妈，哥，你是不是都被我放屁了，哥？哎呀，被子臭死了。哎，臭你窝头弹去。我不是害怕吗？你下回放屁，被子被我这放。废话，我不也害怕吗？阿婆，孩子，阿婆，都说什么了？阿婆，咱这结束了。一定要走的那些少女诗。阿婆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！我去街上找你的亲人，如果他还没离开这儿，你就可以离开中国了。兄弟啊，没出啥事是吧？哥，没啥事。那扎实的事儿。不能随便跟人家说呀！你这要是说了，人家出了些啥事，还不得找咱俩报仇？哥，我懂。哥，你们这是怎么办呀？哎，三娘，你觉着那些丧尸今晚上一定会来攻打咱庄吧？应该不会，他们肯定要接受很多的阴气，变得更强壮。哦，那就训练一个超级无敌的中国僵尸，知道吗？咱可得抓紧时间训练了呀！等到日本丧尸来的时候，你可不能给我丢了脸啊！你要表现出咱中国僵尸那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、奉献精神，听见了吗？好，下边跟着我一起做第九套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行了。学会了吧？自己做一遍我看看。不能，做的还算凑合啊。鼓励鼓励啊，好。行，就这么练哈。好了，那就练吧。哎，你等事儿啊？又想偷懒是不是？又想偷懒。哎呦，我可叫你愁死了呀！今晚啊，
你睡床上，我啊睡地下。我曾一直渴望，在我最美的年华，遇见一个可以依旧争取的公子，即便这段时光如流星般短暂，只要有那耀武的光辉，就足以让我一生思念。休息吧。是不是跟的男人太多了，都把我忘记了啊？别费劲了，你搭档不会来了。星云，对不起， 是他们逼我的。林峰，这下明白了，喜欢玩仙人跳是吗？跟我玩仙人跳是吗？啊？玩我！安妮，你喜不喜欢啊，安妮？俺不告诉你。你说嘛，你。你先放一下吧。行行行。那俺先问你，你喜不喜欢俺呀？俺妮，俺对天发誓，俺是真的喜欢你。俺做梦还梦到你来了。你放心吧，俺妮，俺不是图恁家的有钱。那你和俺结婚以后还会不会对俺好呀？俺对你会比对俺娘还好嘞。嗯，你说什么呀？还害羞了吗，俺妮？什么？妈，阿姨，这一群小鬼子呀！别怕，别看，嘿。嘿，小鬼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附近到处都有八路军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刘哥，救我！俺害怕呀！你不爱我了吗？俺害怕，你别害怕！啊！
就上。这群日本小丧尸，你换的什么？啊，你换的什么？你看这，一杀，我就叫你都灰飞烟灭！中国僵尸，给我上！别在那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？我等你来跳绳呢，啊？警察，他说啥话了？哦，你不懂，他说的这是失语。他说呀，今晚这个仗不用打了，赔点款，割点地，啊，就和平了。那我们打是不是咬死你了？这么大，这么大，这么大的啊！小日本行吗？嗨。你以为割点地赔点款就什么都解决了啊？你看看这群是什么模样啊？他们就是野兽，把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你看号称什么中国的中流砥柱的中国僵尸，我看你啊，连这群日本小丧尸你这么点你都不如呀。 啊你看看这群日本小丧尸多团结，多勇敢，多无畏啊！我问问你，你还有没有伎俩啊？啊？我看你啊，你根本就没有伎俩了。你上不上？不上是吗？不上是吗？不上是吗？啊！我上。你这个死僵尸，你还不上？行！耶！老实了了哈，大姐，你给我出来！来来来来，你过来。仗都打完了，你赌啥？你看你那个料，你看。哎，僵尸呢？正事。打雷了，睡着了。哦，睡觉。怎么就三个丧尸呢？那咋呢？跑了吧，啊，打跑了呀。不是鬼团结鬼勇敢的吗？怎么跑了的？
警察，他咋了？那我失了住了。啊、嗯！哎，你手上那个小日本哈，屁股蛋子这么大点个小国家，就欺负欺负这个，欺负欺负那个，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还想上天？就说跟你说，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，这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年了，啊？以后。啊，破坏世界和平，啊，搞侵略，就说见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双我杀一堆，记住了吗？我绑了。等等，你这个死僵尸，该醒醒了，走了。嗯，等事儿，一旦天亮了，你可就灰飞烟灭了哈，我可不管了啊。你再睡吧，走，不许管了。我就是个骗子，我就是个骗子。小丧尸，咱就不用怕了呀！啊，好！小刘子，你不是最恨丧尸吗？从今儿开始，就交给你去看守了。我弄死他！哎，治死他！范警啊！嗯。西蒙这个事儿可多亏了你呀！嗯，啊，我代表全村的老少爷们儿，谢谢你了啊！警长，不要说了。嗯，等事儿呢？我肚子饿了。吃饭呀！我想吃鸡。关狗！我想吃你家的鸡。俺家的不养鸡呀。我不吃了。别讲，三井啊，你既然提出来了。啊，哈，就在这里啊！既然人家三井提出了这么低的一个，人家三井给咱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是不是没家没活
都得贡献一只鸡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不要问我！大哥啊，我看你那个样，我也不想问你。小吴，小吴，你先别动，先别动，先别动。我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儿啊，我是让你把我画那个斧子也加野火搁去发发。啊，那个小丧尸见了我画的斧，他就不敢进去了，知道吧？顺便呢，谁家只要拿了我的那个斧子。行了，不要问了。行了，散会吧。哎呀，你这说的呀，我叫你愁死了呀！小刘，小刘，歇会儿吧，别打了，俺不累了。你不累，你手里的棍子都累了。你还我啊你！你还我啊你！小柳啊，这认死不能复生啊！阿妮，你哭嘛的阿妮？阿妮，你哭嘛的？不喜欢了。行行，别哭了，我哄哄你哈。阿妮，阿妮，别哭了，阿妮。小刘啊，那你会喜欢他吗？哎呦，你可别吓唬俺了哈。啊！行行行，别哭了。阿妮，我喜欢你，你家有钱了？有。俺家有钱，有地，还有房产。你要是喜欢俺的话，就都是你的。你就不怕俺是骗你的？怕。你看这样的话，这一辈子都死的你喜欢的人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我喜欢你。村里闹丧尸，就说呀，让我给你搜一张斧子。进。哟，浩哥，起来啊！这是有话。这人有病，你见我父娘了。说你什么好啊啊！现在这没事，到底什么坟挖的什么墓啊啊！这下出大事了吧？我问问呢，看清楚了吗？九叔，我呀，看你是清清楚楚的。局长，咋办？这能咋办？走，去抓去。不关你的事哈，我光要他，我就要他了哈。你要他，你要他干嘛呀？这你就别管了哈。哎，我还没注意啊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阿浩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虽然她是个日本女，你也打了几十年的光棍，那你也不能干缺德的事吧？这，阿浩，你把九叔想成什么人了呀？我干什么缺德事了？
就是个丧尸。丧尸？别说，你真是见色起意。行，我就见色起意了，把他给我摁倒。谁敢？这上过战场的人，谁敢碰我的人，我毙了他。阿华，你别过来哈，咱有话好好说哈。行，这个人我不要了，啊，就让他把你咬死吧，咬死你，咬死你，滚！不，等一下，把人都走。说，说，哎呀，我这衣裳是个迷糊。就是，你这个咋样？咋办？这个人看着点，万一要是出什么事，咱接着搁了就是，不管他。这样一天上，这些小丧尸就不敢来了呀！哎呀，三娘啊，你说这些丧尸今晚上会不会过来救这个武田呀？司令，只要过了这几天组织最烦死，就应该没问题的。哎呀，这小五、小六在家里看着武田，也知不怎么样。就是怪担心呀，他俩整天就长不大的孩子似的，啊，就知道玩儿。小柳，哎呀，我这肚子有点饿了。哥，我也饿着，要不你父亲买点去吧？买。啊，你傻呀，买不得花钱，那咋办？哎，要不咱俩摆成丧尸出去吓唬人。鬼了男是男的，啊，鬼了们贴张符镇住他。哼哼，走。把他吓得都尿裤子了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把他对了，小玲喝一阵儿。Thank you.
气死我呀！咋办呀？哥，我受不了了，要不咱俩去试试吧？试试，试试。等他平衡了自己的力量以后，他可能就来对付我们了。就是啊，我们根本都不怪他。曾经以为，即使你傻一点，我也会治好你。为什么你不是一个人？你打破了我的梦。请左东来治他。不是，这事交给我吧。小六，乖，咱俩犯的错，就应该由咱来承担。另外，我真的很想。
小日本驴子，你侵略战争失败了，鬼神之战你也注定失败，就输在这里，明确的告诉你，秦娥是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。有请老祖宗李大将军。韩建，哎呀，你干什么的？过瘾。哎呦，这是俺老祖宗李大将军戚继光手下的大将。妈，你来谈判谈判。你叫我下来做什么？哦，对不住了，老祖宗，又麻烦你啊。山庄里又来了小日本啊，你看看，就在你后边呢，你看看。什么？小日本？你！老祖宗为我，就这么走了？这样，相爱的人就不会再分开了。阿豪，阿豪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俺都找你老半天了，你是来旅游的还是来睡觉的呀？行了，快走快走，上下一个景区啊！哎呀，这个小刺老搁这里躲着，哎呀，我想，哎呀啦，快点啦，不要磨磨唧唧的啦，我分分钟十几万的啦！哎呀，同志，快起来吧，出去玩去了。快点儿，你都错过好多景点了。这孩子咋有点彪呢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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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师傅啊，我们下个月的哪里？庄远福，庄远福啊，曹七星级旅行社。